九哥，嗯，许志鹏。我听人家说，名都是他接手的，原来的秦老板呢？听说到美国定居去了。据说名都后来也不景气，秦老板是以800多万卖给他的。看样子他来头不小啊。明天你去打个招呼，记住了，不要太出格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，九哥，来来，喝酒。嗯，来。嗯。齐总，我想就这样吧，按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只要你可以借1000万资金给我周转半年的话，那明都3年的利润我就分4成给你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我向来做事不会亏待人的。这个嘛，徐老板，要不你给我3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怎么样？那好，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小姐发神经啊，这么半夜的吵什么呀？嗯，哎，丫丫，嗯，我问你，今天晚上你看到那个人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嗯，你是说飞机上吵架的，然后又向你献殷勤的那个人是吗？瞧你说的，感觉说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哼，哎，小姐啊，我可没那么说。说实在的，看样子挺好的，但实际呢却很难说。我也是对他其他方面也不了解。哎，是不是爱上他啦？别胡说，我是那种随便爱上谁的人吗？我胡说，我胡说啊，你就不用3更半夜的把我吵醒了，问这问那的。说实话，他昨天晚上是不是向你求爱了？说什么呢？他只是，表白了一下子嘛。哦，我们的阿娇小姐为了爱情失眠了。哎，这个爱情的魔力可真伟大。别瞎说，我什么都没答应。再说，到底什么是爱，我还搞不清呢。这个问我吧。那凭我的经验，爱情这个东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有缘呢大家就能白头到老，没缘呢那就移情别恋，说声拜拜。总之一句话，千万千万别爱上花花公子。凡是什么爱情都要纯洁啊，高尚啊。至于结婚以后嘛，只有4个字，那就是顺其自然。哦，啊，我倒要好好看看。哎呀，没发现我们房间里面还藏着这么大一个爱情专家呢。哎呀，别挖苦我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呀，还不知道那个他在哪儿呢。那你怪谁啊？追你的人都排成长队了，你就是不表态吗？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为他欢喜，为他忧，为他悲伤，为他流泪的那种感觉。不像你呀，啊，有那种为他失眠的感觉，那就是爱情，对吧？说得像真的一样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时间不早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讨厌，你睡不着把我吵醒，你现在把我扔下了，你去睡了。讨厌。讨厌。哎，玉妹，你什么时候去你姐姐那儿？一会儿就去。哎，你也一块儿去吧。算了，我就免了吧，省得你姐姐又会我把你带出来。哎呀，不会，我姐你还不了解啊，什么事儿她都让着别人。小时候啊，家里啊什么好吃好玩的，她都让着我。是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跟你姐姐吵架，
你姐姐只知道站在一边哭，你呢竟然跑过来咬我一口。你过来看，瞧，爸还在这儿呢。是吗？好，我来看看。哪有爸呀？有啊。嗯，活该，谁让你欺负我姐姐啊。我还咬你。整个一个母老虎，小心嫁不出去啊。嫁不出去那就不嫁呗，我就做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单身贵族。哼，你算了吧，就你挣的那点钱啊，做单身贵族你别做梦了。走着瞧，总有一天我会挣很多很多的钱。哼，走了，再见。拜拜。哎，上车吧。看什么？不认识啊？是到空姐宿舍还是在这里逛啊？好吧，那就去空姐宿舍吧。来，坐好了。你今天没有航班啊？啊，对。今天的打扮蛮新潮嘛，好像不是你的风格。是吗？朋友送的。哎，这位朋友不太了解你啊。你了解我吗？你说呢？你连我姐有我这个孪生妹妹都不知道，还说了解我姐。哎，于教，前面有家百货公司，不如进去逛一逛怎么样？好吧，那就去逛逛。好。看这小子想干什么。啊，走吧。好。上了楼，有服装卖。是吗？嗯，这家商店真大啊。那当然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哎，那边呢是卖食品的，楼上是卖服装的。哦，你今天想买什么呢？啊，嗯，我想买服装。服装我帮你参考。好吧，我想买连衣裙。一定是那种稳重的大方的啊。对。走这边。啊，这种牌子的好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快。嗯。哎，于娇，嗯，你看看，这才适合你吗？去试试啊！啊，这么贵啊，998块钱啊！不贵啦，我第一次送东西给女孩子，你可不能不领情啊。那好吧，看在你第一次的份上，那我就去试试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才合适你吗？真的？所以我说那个朋友不了解你吗？怎么样，定了？好吧。小姐，我去买单啊。啊，好。看来这小子还行，谁让他送错人了？不要白不要。来，上车吧。谢谢啊。到了。啊，哎，玉娇。嗯。我
我真的很喜欢你。爸爸，耶！哎，玉娇啊，亚亚没和你一起回来呀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是玉娇的妹妹。哎呀，你们俩简直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，太像了。请问我姐住哪个屋啊？哦，她住三楼308房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嗯、哎，姐，姐，嗯，哎，雅雅，今天有航班吗？嗯，哎，玉娇很快就过来了。玉娇，你好。你，啊？你刚才不是上去了吗？嗯、啊，什么上哪儿去了？哎，阿姐，玉妹。还笑呢，你知道我跟阿妈急成什么样子了？嗯，我不是好好的来接你了吗？你放心吧。你们怎么长得那么像啊？啊，这是我的孪生妹妹啊，她叫玉妹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面了。何止是见过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刚才她那傻乎乎的样子，原来啊是搞错对象了。还有啊，看，这是陆先生的眼光，好不好看？嘿，这可是送给你的。丫丫，队长找你。哎，来了，我走了。嗯，拿着吧。真是的，玉梅，就你会耍弄人。没，这个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的，送给你的。就是啊，这怎么能怨我呢？这可是他主动要求给我的，有方便干嘛不用啊？再说了，我可不能拿这件衣服，要不然不就等于承认他是我姐夫了吗？你看着办吧。玉娇，时间不早了，我有事我得先走。嗯，这个你就收下吧。哎哎，陆伟，哎，给我，陆伟，你收下吧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哎呀，好了，姐，别再生气了啊。走吧。啊，哎，这个地方不错。那给你。嗯，这个也给你。嗯嗯。哎，阿姐啊，我看陆伟这个人不错，你可得好好珍惜呀。先别说他了，先说说你是怎么回事吧。说我什么？我有什么好说的？起来。起来跟你说话呢。嗯，你说你跑到歌舞厅唱歌，也不跟我和阿妈商量商量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唱歌，可是在寨子里唱歌能有什么出息？到头来还不就是结婚生孩子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可你在那种地方唱歌，你叫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哎呀，姐，你就放心吧，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，我是不会吃亏的。再说了，歌舞厅赚钱多呀，等我将来赚了钱，那我的事业不就可以发展了吗？哎，阿姐，前两天呢，我在歌舞厅一炮打红。在歌舞厅一炮打红有什么用？阿妹，你出来也得先跟我商量一下，我好安排一下。
你说，阿妈把我们好不容易拉扯大，送咱们上学，咱们都出来了，她一个人在家，谁来照顾她呀？现在她又一身的病。阿姐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你能出来，我就不能出来啊？我不是不让你出来，可你得跟我商量一下，让我安排安排嘛。嘿嘿，阿姐啊，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等咱们赚够了钱，在城里买套房子，把阿妈一块接过来，那个时候咱们一块照顾她，多好啊！啊，我倒是早想过了，也跟阿妈说过，可是阿妈她说寨子里住惯了，离不开乡亲们，怕出来不习惯，怎么也不肯呢。哎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住玉教那儿啊。这不太好吧？要不这样，阿姐这儿还有点钱，给你租间房子，回去再做做阿妈的工作，把她接出来，咱们住在一起，我在这儿也好照顾你们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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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都行，只要你不反对我唱歌就行。哎呀，阿姐什么时候反对你唱歌了？我是说歌舞厅那种地方，我真怕你学坏了。哎呀，阿姐你就放心吧。嗯，你等一下。这儿呢有1000块钱，你先拿着用，别乱花啊。急用的时候以后有什么困难告诉我，咱俩一块解决。嗯，好吧，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还给你。你家人还客气。玉妹，哎，赶快，时间到了。哦，我先下去了。啊，好。阿妹，我要上班去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我们一块儿走吧。好，你记得啊，没事经常给阿姐来电话啊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哎，终于见到你妹妹了。是啊。你怎么搞的？这么晚才下来？哎，妹妹来了嘛，总得跟她聊聊嘛。嗯，又没吃早餐是吧？对呀，对呀。嗯，你呀，管家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大家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哎，丫丫，帮我个忙好吗？什么事儿？你答不答应吗？哎，当然答应了，咱们是好姐妹，能帮我就帮。你一定能办得到，凭你的实力。哎，别给我戴高帽子行不行？哎，是这样的，玉梅刚才冒充我收了陆伟一套新款式的衣服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我不喜欢别人随便为我花钱。嗯，老正统。我求你了，你帮我把衣服还给他好吗？好，我一定会帮你的，但是你别老把我推去做坏人，下次陆伟见到我会恨死我的。不会啦，你呀，讨厌。刚才所说的，快请领导多多指教啊。啊，好，这个回去以后的话，我们一定好好的研究研究啊。好的。你看哈，春城呢，作为一座旅游城市，文化娱乐是十分重要的内容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但是如何规范文化市场，有序的引导规范管理，这就是宏观而言的。但是具体方面，你的实施方案给我们很好的建议。徐总，我代表政府谢谢你。给政府提建议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，有章有序，我们赚钱也得到保障。徐先生很有眼力，也不乏文化经营意识，希望常到我们文化局来。谢谢，再见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慢走啊。请，请。你看那边。啊，那边建设不错。
先生，是人重要，还是钱重要？现在还有时间，你还来得及。这个女人对我不重要，别想要威胁我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哼，玉蝶，志鹏，哎，放开我！玉蝶，志鹏，玉蝶，放开我！玉蝶。 志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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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鹏
子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小玉就像白雪公主一样。我以后专门跳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叔叔，你知道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吗？吃什么？当然是小玉最喜欢吃的了。不对，都是你最喜欢吃的。真的？嗯。你先坐。嗯。来，这是小玉做的，你们来吃吧。对呀，叔叔说最喜欢吃阿妈包的馄饨，你看这里面有好多都是我包的。嗨，亚亚！哎呀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为了拿这幅图。哎，玉娇呢？玉娇没来啊？我是代表玉娇来的，你别以为玉娇不来就降低接待标准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刚好我还没吃饭呢，一起随便吃点吧。哎，啊，刚刚说完你就来了？哎，不是那意思。什么叫随便吃啊？啊？你就是说啊，叫我随便吃，降低你的接待标准。你别怪我在玉娇面前不帮你说好话啊。那好吧，你说吃什么？豪华的呢，还是有特色的？哎，过桥米线也不错啊。所以说啊，说你是一个泡妞高手，没有人相信。何以见得呀？那不是吗？男孩子追女孩子，首先是将女孩子身边的好朋友搞定，那就是说，指望他在女孩子面前说好话，那事情呢就会搞定90%。喂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想追到玉娇的话，就要把你当皇帝来拜了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别想得到玉娇的欢心。喂，如果我不想这么做呢？嗯，好，我让你看看我的影响有多大。拿着。喂，你给我钱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这个呢是玉娇让我给你的，没经我的同意，玉娇是不会接受任何男孩子的礼物的，包括这个。你不是这么大女人主义吧？嗯，怎么样？喂，喂。哎，那么就是说，他又拒绝了我。你呀，劳苦功高，谢谢你。嗯，可是亚亚，我总觉得你是不是没跟他说清楚呀？哎呀，小姐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是照着你的话跟他说的，做人目标啦，什么什么了，不然他是不会收回钱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现在正在追求你呀？嗯，可是他会不会误会我呢？你说。行了，行了。反正我已经跟他说了，如果我不这么说，他是不会收回那个钱的。啊，这种恶人我实在不想干了，嗯，真是吃力不讨好。你自己拿着吧，哎，我不要了。亚亚，
看见是的，让我把这摘下来。哟，丽丽呀，今天怎么打扮这么漂亮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？漂亮就行了，真漂亮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今天晚上你们都准备给我伴舞吧，可能有人要包我的场了。是谁呀？还不是九哥。啊，是他呀！完了完了，就是、姐妹们啊，我没戏唱了，怎么今天、啊、今天晚上没有人给我们了？真是的，没钱赚了，真是的，真是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就是了、啊嗯。不过呢，我也不会那么自私的，有钱大家赚嘛、啊。上场的机会还不是我安排？是啊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丽丽姐平时对我们挺好的。就是、啊，哎，丽丽姐，嗯，你辛苦你了，先喝杯水。你要是累了，我们还可以给你换换场，对对吧，玉妹？就是，哼，谁愿意替他换场，谁换好了。我可不吃别人施舍的饭，我可以叫你三天不登场。哼，少在这儿吓唬我。实话告诉你，跟你这种人在一个台上演唱，我觉得恶心。哼，没办法，谁让我跟老板有约在先。啊！哎呀哎呀！哎哎。丽丽姐，你别跟李白解释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丽丽姐，哎呀，走吧走吧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生气啊。玉妹，玉妹，九哥那个人你不认识，他可是个不好对付的人。我看，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你就先回去吧，以免出什么麻烦。老板那儿我去说。啊，玉匠，你放心，既然出来混，什么事儿都得尝试一下。有些事可以尝试，可有些事是不能尝试的。不尝试怎么知道尝试不起啊？九哥包全场，付两万块，快去办吧。谢谢九哥，我这就去办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晚上好！很有幸能与您在迷人夜总会共度美好时光，同时更有幸的是，在前台的这位九哥先生愿意出20000元包揽今晚全场的演出。请丽丽小姐登台献歌，下面有请今晚的主角丽丽小姐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小姐，外面有位先生在等你，他说他愿意出30000元请你独唱一首歌。好，你去跟他说，我马上就来。好的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
将来啊，你坐冷板凳的时候会比我早，因为我比你年轻，也比你更有魅力。哎，小姐，再给我们加一瓶路易十三。好的。好久没来这个厂子，现在还不错。是啊，又来了不少新人。是啊。九哥，你来了。是啊，哎，坐吧。好久没见了，莉莉啊。今天晚上唱完歌，陪我去吃宵夜。九哥，我哪还有心情去吃宵夜啊？怎么没有心情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人出3万块钱，要单独听《不许再有眼泪》这首歌。是谁？不知道。阿成，哎，去给我查查是谁。好。九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来。干杯。嗯，放心吧，有我九哥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你好。是你。没想到吧，这个世界真小。我叫许志鹏，喜欢怎么称呼随便你。上车吧。嗯，好。九哥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歌舞厅来了呢？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把那个新歌手放走了。何老板，听说有人出3万把玉妹叫出去唱《不许再有眼泪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种事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，我们这儿是有这儿的规矩的。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，连我们九哥也不放在眼里啊？啊啊，是啊，一会儿我去问问玉妹，把情况搞清楚。九哥，现在这些小姐们之间为了名利也是矛盾重重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啊。我不是听别人说的，是亲眼看见的。好了好了，何老板，先叫丽丽唱一段《甜蜜蜜》，让我们九哥开心一下。哦，好好行。好啊。对呀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他怎么不听啊？是吗？对呀对呀，是啊，不过呢，这些人很讨厌的。对呀，就是啊。哎，我
觉得他好可爱呀、啊，而且呢越来越可爱。我呀都给他气死了。哦，就是。好了好了，啊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啊，好，我不跟你聊了，哎，就这样，嗯、哎，好，我还要睡觉呢，好吧，拜拜。嗯，小姐，你干什么呀？走来走去的，弄得人心都烦死了，连个电话都打得不安宁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是心里特烦。嗯，是不是在为玉妹的事儿烦呢？我真的是很担心她。她呀，从来都没离开过寨子，阿妈又总是很宠她。现在在这种环境下，我真怕她一不留神就学坏了。哎，算了，担心也没有用。现在的人呢，长大以后都是各走各的路，你又代替不了她。反正啊，你就是叫玉妹好自为之。我知道。哎，别聊这个了，哎，咱们聊聊那个设计师吧。他有什么好聊的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我只想逗你开心嘛。嗯，不识好人心。算了，我早点睡觉吧，明天呢还要起早呢。哎，真是烦死了，睡觉的时候随手关灯。嗯，我怎么睡得着？玉妹小姐，现在的你比舞台上的你给我的感觉更加舒服。为什么？我也说不清，或许是朴素洁白自然更适合你。那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？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。比你们迷人歌厅怎么样？难怪姐妹们都说名都是昆城最大最好的夜总会，太棒了。走上去看看。嗯，忘了，你等一下。
想，也不再求。曾有那么多的苦与忧，我们依然固执的牵手。去想。